进入时空穿梭门，极地冒险开始了。广阔的地球上，冰冻面积占三分之一，终年被冰雪覆盖的两极充斥着寒冷与荒芜。如此恶劣的环境下，会有哪些神奇的景观呢？原来寒冷的南北极也有人类的存在啊。漫长的极夜中，绚丽的极光，唯美又浪漫。冰冻的世界里，阿德利企鹅在哺育小宝宝，北极熊在冰面上晒太阳，北极狼在奋力追捕猎物。白雪皑皑的南北极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但为什么格陵兰岛冰山开始融化？企鹅、北极熊、海象的家园遭到破坏，让我们穿越时空，去感受不一样的极地风光，寻找极地变化的真相。这次非同一般的探险之旅，我们会开阔眼界，学习地理、生物、人文、科学等各方面知识，在不断探索中满足好奇心，提高逻辑思维力与创造力。